到底他像不像谢佩恩呢？我那天跟孟佳全家人在看，每个人都在屌我，又进广告。周杰伦到底要不要出来？大美女哎，你像周迅。还有谁会在肩膀上放一只鸟？吓到人了！潘妍知道是个女神级的，有就一样啊，不就是张景兰啊？正宗超级明星脸，只有在华视超级同学会。